大河假期的朋友大家好，11月24号呢，有我叶振棠、李隆基，我们三个靓仔，是三个靓仔一起去旅行。到时大家一起唱下歌，玩下游戏，还有礼品抽奖添啊！快点来报名啦，到时见啦！各位大行的朋友你们好，好久没见了，上个月有没有支持我呢？陈浩德和叶振棠的三生有幸演唱会啊，不要紧，接下来11月24号呢，我们三个都会同台演出的，只要你参加大行假期，那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好歌了，记住是11月24号大行假期。嗨，大行的团友大家好，在11月24号呢，我们又有机会见面了，今次我会和陈浩德、李隆基继续我们三生有幸演唱会的精神，再一次三个和大家合唱，而且呢大家到时会讲不定中大奖，所以呢大家快点报名了，我们到时见啦。